鹿晗帅气的外表、超强的歌唱实力、呆萌的个性，深受大批粉丝喜爱。2018年他举办巡回演唱会，在开始前透过工作室发表卫星计划，宣布为粉丝准备一个卫星，邀请大家写出自己的愿望，跟着卫星一起发射。大家的每一个愿望都将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教育贡献一份力量，至今收集了超过200万个愿望，而果真7号安排妥当顺利发射，让粉丝们大喊感动。有消息指出，鹿晗特别定制的这颗卫星可是高达2000万人民币，这大手笔的爱心举动更让网友感慨，真的不是嘴巴说说而已那种宠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